用餐时间来看到经典台菜华丽变身，要抢攻年轻客群。就主厨跟餐厅业者呢传承了手入菜，但又融合自己的巧思，最后大受欢迎，让年轻顾客多了三成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肉汁它是锁在里面，先卤过再炸到酥脆的猪脚下，锅淋上特调的十三酱汁，酱汁每一口嘴巴里面又麻又香，绝对是一道白饭小偷料理。姜末、大蒜等新香料拌炒，还有客家酸菜，热乎乎的酸汤鱼，夏天超开胃。我们喝起来是很滑顺顺口，对，很温和的顺口。外酥内 Q 的猪血糕，撒上蒜酥，淋上特调火龙果酱，昵称 Black Pink， 变身梦幻佳肴。沙茶萝卜糕咸香下饭，绵密松软的麻油蜜糖地瓜条，交织出咸甜好滋味。苍蝇头跟炸过的窝窝头也是巧妙的下饭组合。我们这一波菜色的更新之后啊，30岁到40岁这些年轻人，甚至20几岁的课程有增加了，大概增加了大概1成2成左右这样。翻转十三道新菜，餐饮集团旗下的台菜餐厅抢攻年轻客群，创意十足。同样严选道地食材，加入巧思的经典料理，也是要抓住年轻人的胃。大火爆炒，特选老牌臭豆腐，加入皮蛋油条，绝妙滋味，一口接一口。酥炸虾球，酸甜多汁的凤梨配上特调沙拉酱，清爽不油腻。还有这道蒜蓉鲜虾板条，清蒸后的鲜甜淋上芝麻香油，香气扑鼻。所提供的餐点呢，是以过往我们说阿嬷这传承下来的手艺，然后再还有过往的酒家菜加上年轻化，30岁以下的顾客大概都有占到30%的比例。变化多端的经典台菜融合主厨巧思，成了许多年轻族群聚餐的口袋名单。记者卢俊明、黄淑芬台北报道。